选择一个自己喜爱的盆器。平时大家也可以选择陶瓷盆、紫砂盆、石碗盆、手捏盆等。先往盆底加入三分之一的质量，用手轻轻捏动盆，按植株轻松托盆。看，我们的植株非常好，根系发达，生命力顽强。用我们选择的紫砂盆，尺寸刚好符合植株的大小，所以换盆简单轻松。上盆过程中，如果植料不够，可根据空间大小再添加植料。盆里放些缓释肥，缓释肥用多少根据植株的大小，我们这小玉山竹只要十几粒就好。将托好盆的竹子原土原植株放进新盆中，轻轻按压紧实。植料不够的话再添加些，可选择疏松透气的植料。因我们的植料是珍珠岩配底的植料，这种植料透气性好，但比较轻，浇水容易流失植料，所以我们用些简单透明的小石子铺在盆面上做些装饰用。换好盆后一要浇水，浇水浇透就好。一个换盆的过程，简单的操作就算完成了。好花配好盆，美美哒。